呢個係第十四課啊，咁係最後三份㗎啦嚇。咁好啦，咁啊，既然你同我講你唔使温，咁嘅話咧，我就直接去第三課啦，好唔好？第三步一，嗱 ，A， 佢而家要揾 P inverse， P inverse 乘 A 乘 T， 咁所以我首先第一步揾咗個 P inverse 先 ，P inverse 係 determinant， 優化 determinant 係二減即係六，跟住 inverse 咧就會係個 cojoint 個 covector， 跟住再 trans 變咗 adjoint 啊。咁我計到呢、這個，好，咁所以咧 ，P inverse A P 就可以寫做，六分之一。一定垂直嘅。即係一點同一條直線嘅距離，一定係指緊個垂直距離。唔係，你其他距離係長過垂直距離噶嘛？佢嘅 definition 咧就係最短啦。係啊，最短一定係最短，你最短先有意思噶嘛？都冇最長，係咪先？好，因為個叫垂直。咁你自己乘開佢，呢個唔同嘅 size 界係乘咯喎，七一嚟㗎呢個。呢個係第一個 notation 嚟嘅。我喺度順便講幾句啦。Diagonal matrix 嘅 n 次方咧 ，diagonal matrix 嘅 n 次方就係裡面個 n 除嘅 n 次方。呢個即係第一個 remark 嚟嘅。好啦 ，B 嗱，如果佢揾 n a 嘅 n 次方咧，我將呢度 n 次方咗佢。好啦，再見啦，余家波老師。嗱 ，n 次方咗之後咧，呢、這個留意喎、哦。這個咁嘅 pattern 咧，佢會變咗做負一A N T， 係啦係啦，咁呢個咧就係變咗七嘅 N 次零。唔抵，當 well long fact 㗎啦呢啲，唔好嘥時間去做呢啲，因為唔夠時間做嘅一定。好嗱，咁你個如果揾個 A N 次方，即係乘翻過去。但乘過去嘅時候，留意喎，你左手面係乘個 P 喎，呢手面乘個 P 喎，右手面係乘個 inverse 喎。嗱，我停咗部機，我俾你自己乘一乘開佢，或者我最後我就要個結果就得啦。咁如果你係 DSE 咧，佢都係用二乘二噶啦，就唔會用三乘三嗰啲咁樣嘅，因為三乘三有九格咧，就難乘好多嘅。但係二乘二嘅話咧，就可以 acceptable 嘅。好，我停咗部機先嚇。計到呢、這個啊，不過咧就唔知啱唔啱啊。咁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啊，好唔好？好。好啦，到呢條啦，呢條咧就我改自2012、2013嘅，但係咧佢揾個 inverse 咧有代數符啊，佢三乘三嘅。即係似乎佢係會即係玩呢啲嘢啦。咁首先第一步咧，我計個 determinant 先啦。determinant M 係等於，咁我可以攞第一行最尾嗰行嘅，即係正嘅。咁即係其實變咗係 K， 即係攞呢一行啊。係啊，即係負二負二 K。好啦，咁跟住再揾個 professor 咯，好冇？嗱，你見到我係唔會即係我盡量避免我自己有錯誤啊，所以我都係寫翻曬出嚟睇噶。好啦，拜拜啦。你唔等咪要不然
你菜嗰度冇咁腰痛，嗰啲位多啲。嗰度嗰啲位多，加油有。我腳肥唔算，我第一次移位。同埋咧，你專心做嘢就會腳肥，有正常。真係專心啊！專心，我唔係讚你，讚你即係咩好讚啫？唔知你又唔係聰明過人，係咪先？謝弱智過人啫嘛。唔想睬你。我都唔使你睬我。好，你計咗幾多呢個？呢個係零啊。唔係，我錯咗腳。唔係，係呢個零，跟住呢？好，咁所以個英文就係優法負二 K， 就 transfer 呢個。仲有一樣嘢，你基本上咧，你話我唔想去成日去得唔得咧？其實冇所謂噶啦。係咩？哦，就係咁樣咧。唔好意思啊。咁啦，係咪先？唔定入去啦，好啦。咁跟住咧，B 就會 M， 跟住 X Y 二聲係等於二二一，咁你就照寫翻佢。哦，我知啦，一定係。係 X Y 一，我睇錯咗。即係 A P 等好啦，爆開佢。好啦，咁你計到咧就會係呢度冇咗嘅，計到個 Y 係幾多 ？Y 係。X 咧？仲有冇？個 K 都計得到應該，個 K 計唔計到 ？K 一 over 四，冇去四乘 M 嘅。我咪整個 M 咯。你咪整個 M in 咪？Shit！ 頂！係啊。唔係，即係呢個失調啊！眼搞，我就好奇怪，點解會有啲怪怪地嘅？呢個係 X 加 KY 加 2K， 呢個係 Y， 呢個係 X， 所以個 K 計到幾多？好，唔該。好啦，我停咗佢先啦嚇。呢條嗱呢條。點樣證明呢條 identity 呢 ？A 係三乘三嘅，留意係三乘三啊，即係呢個咁嘅佢個 image， 即係佢個 matrix 嘅 size 啊。咁我哋首先啦，如果我計咧，我就唔會 consider 咧，我唔會咁樣即係直接 consider 呢嚿，我 consider determine A 乘呢嚿嘢。呢個好嗱，呢嚿嘢乘埋咗之後咧。因為 determine 性質咧就可以咁嘅，即係一個 determine 化住曬佢嘅，咁咧乘入去 ，A 乘 A 應該就係 I， 呢個咧就係 A S A I A X， 個 X 再寫喺前面啦，因為 scalar 嘅問題啊，好啦，咁 scalar 係咁樣嘅時候咧，咁今次咧我哋睇翻隔離咧，其實佢有個 A A。A in X 應該上到㗎，所以呢度我抽個負一出嚟，負 X 啊，嗱抽個負 X 出嚟，就會呢個又變咗係，呢個變咗係 A， 呢個變咗做 X inverse I， 嚟呢個 scalar 嚟嘅 ，scalar 掹出去就會係同佢個 square matrix 個 size 有關嘅，就會係三乘三，所以負 X 嘅三次方。好了。
咁跟住所以咧，嗱你調翻就所以咧，你就會你發覺一模一樣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我哋直接寫，即係寫翻個結果啦。determine A inverse 減 XI 係等於呢個三負 X 嘅三次 over determine A 乘 determine A 減 X inverse I。呢個第一 part 好。D。誒個 A 係呢個。00410負17零一八，咁叫你 determine 嘅 calculate 呢個 determine 啊。其實一樣，咁呢個 determine 即係呢個，即係零。大家一樣。即係減 x 100呢個負 x 一，呢個四，呢個係負十七減 x。呢個係八。應該不夠位寫的。好，我拿哪一行呢？我拿X 為什麼是中間第三行。哦，是 You're right。 好了，有少好總之有好我直接咧，佢叫你 show 四係一個 root， 咁其實你可以代四落去睇下咪零嘅啫。其實咁，但係我就想做得 general 啲，我費事即係我唔中意咁樣做問題嘅，我直頭咁樣寫埋曬出嚟。你看我有沒有計錯啊？幫我計埋呢嚿嘢個 root 出嚟啊！所以個 x 係四，或者係四加減十六十二 over 二，即係 x 等於四 over x 等於二加減開放三，係咪？好，我計曬啲 root 出嚟啊！好啦，咁我哋繼續咯喎。揾曬啦，其實揾曬啦。好啦，第二 part， 叫你 solve 呢條式啊 ，determine A inverse 減 XI 等於零。嗱，你留意我點樣去將嗰個過程咧砌出嚟喎，砌出嚟啦。因為呢嚿嘢咧，同我哋正話講過咧，就有啲關聯嘅，係咪？關聯性啊嘛。咁所以嗱，我首先咧第一步咧，因為我要將佢變翻做 A 嘛，所以我第一步咧係抽個負 x 出嚟。負 x 嘅話咧，就變咗係唔係抽個 x， 我睇下先啊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我將佢變咗用呢條式，因為呢個樣係同呢個樣一樣，我將佢變咗呢個樣，負 x 三次，
X 係唔等於零嘅，做曬你，你做得啊？十五都做埋啦，做埋十六啦，你仲快過佢哋，唔好玩啦！你做得掂嘅話，你即係你其實，哦、啊，呢個係冇等於零㗎，所以我哋直接 determine 後面嗰嚿呢個係等於零。但係咧，我正話計到呢、這個，如果呢個 put 再 put 個 x inverse 等於 y 嘅話咧，咁我哋會呢條 set 咧就會變成咗 determinant a 減 y i 等於零。嗱、那個 y 我哋計到幾多啊？正話計到四個三個兩個數字嘅，嗰兩個數字係唔係三個數字嘅係分別四二加開方三同埋二減開方三，所以個 x 就會變咗做。Alpha 四二加開方三，二減開方三，咁使唔使有理化咧？就唔使有理化都得噶啦。嗱，如果你有理化埋咧，就會變咗係。媽呀！呢個係二減開方三，二加開方三，冇所謂噶嗱，即係佢唔會，即係除非佢講明嘅啫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哋唔使有理化都得嘅。好，嗱好啦，呢度一條，好啦。咁點樣證明嗱？呢、這個 A P 啊 ，A 個 matrix 就係咁 ，P 個 matrix 咁啊？點樣證明 A P 係咪 non-singular？ 即係計啲咩？係啦，計個 determinant。determinant 嗱，留意個 argument 啊。determinant 係哇 A 加 B 喎，但係 A 加 B 點解唔零咧？咁你就要分析啦。A 乘 B 係大過零，所以 imply 到係 A 大過零。and B 大過零，我話 A 細過零 ，and B 細過零，咁所以 A、B 都唔等於零，所以呢個唔等於零啦。Has A 唔等於零 ，B 唔等於零，擺呢個 conclusion 啊。好啦，第二 part， P inverse A P，P inverse 先。好，你睇下啱唔啱先？呢個英文 P 英文係咁。好啦，跟住計 P 英文 A P。嗱，我一陣停一停部機，我俾你計咗個嗰個即係個結果出嚟係幾多啊？好啦，我填咗部機，我俾少時間你計一計佢啦。喂，聽。喂，佢出嚟嗰個咧係打個 matrix 嚟嘅。其實咧，如果你 DSE 考試嘅時候咧，你 suppose 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現象。基本上佢都係會打陣圖，或者唔打陣圖都 upper triangular 或者 lower triangular， 即係呢啲係一啲好 common 嘅嘢嚟。好啦，跟住咧就 A 嘅佢要你計個 A 嘅 n 次方係咪先？咁你 A 嗱你又係啦。第三 part 啊。你寫多啲呢度啦，你一齊 n 次方，咁呢個 n 次方咧，你可以直接擺入去啦，就四嘅 n 次，即係唔使寫多步都得噶啦。我都未寫啦。好煩啊！呢個咁長嘅。係啊。其實 OK 嘅，你拆瀑布嗰啲煩。好，咁所以 A 嗱呢個位咧就會係 P inverse A P。乘翻過去。到呢度好似你成個次方俾我玩，乘完之後俾我睇睇。我就係一片光明嘅。
OK 未呢、這個？我嗱，我就俾時間你食咗佢咯，好。誒好啦，我計到個 A N 咧就係呢嚿嘢，即係照爆開佢啫。不過你小心啲爆，因為好容易爆錯嘅呢個，因為爆錯咗個大鑊嘅。好，咁啊，不過一陣我哋都會用落去，即係照用我哋公式嗰度去做呢啲咁嘅問題㗎。好啦，咁我哋到 B 啦，波嗰part啦。B 咧就係3410，咁就佢其實睇翻對翻位咧，就係即係個細 A 就即係四，因為你睇翻細 A 係四，咁呢度零咗，咁個細 B 咧就會係一，即係個低 B 係一啦。咁嗱，我就住呢度咧，我哋寫出嚟先。好啦，俾你睇睇寫咩色出嚟。好啦，我寫呢色出嚟。咁跟住咧，對翻上正文嗰度啦，我寫埋個 BN 嗰個代數符號啊，因為你其實對翻咧，對翻個 BN， 即係個 AN 係呢個。因為佢要嚟計個 B 一加 B 嘅三次加 B 嘅四五次一直加到去 B 嘅二 N 減一次，咁我寫個 B N 嗰個 term 出嚟先。嗱，如果根據上面嗰度睇咧，就會係根據呢度個 A N， 根據呢條先，因為我唔用呢個字啊，根據呢個先。但當然一陣都要用嘅呢、這個，但係我哋即係 hold 住佢先啊。四嘅 N 次啦，呢、這個係四減一減四減四再減一，即係負一嘅 N 次。好嗱，呢啲照寫啫，照寫翻個 English 我哋都照寫。好啦，咁呢嚿嘢點樣寫咧？嗱，我寫幾個出嚟俾你睇睇啊。如果 B 嘅一咧，就可以咁樣寫嘅，即係代個 N 係一，呢個一嚿。B 嘅三次咧，代呢個係三，其實一樣嘅嚇。咁 B 嘅五次咧，就會代呢個五。好啦，一直去到 B 嘅二 N 減一次。好啦，咁你細心啲觀察呢度咧，其實佢有啲 common factor 可以抽嘅啦，包括五分一啦，包括左手面嘅呢個 major 四負一一，全部四負一一都可以抽去左手面，而右手面咧就抽一一。負一四，抽呢個好啦。咁再睇下佢打緊爐嗰度個數字，四嘅三次加四嘅五次，一直加到四嘅二 N 減一次。而呢面咧負一，呢個都係負一，呢個負一，幫我照寫翻先，寫咗咁樣。咁其實呢個係心惡 GS 嚟噶，心惡 GS 嘅，呢個都係心惡 GS 嚟嘅。啊唔係，唔當佢心惡 GS 啊，唔係，即係總言之係一個負一。咁全部都係負一，咁呢個係負 N 嚟嘅，咁呢個咧就用條公式，首項乘一減common factor， common factor 四嘅二次嚇嘅 N 次，點解有 N 個咧？你數一數佢有 N 個得啦。因為數嘅方法可以咁樣數嘅，就係一、三、五去到二 N 減一，咁呢度有幾多個 term 咧？就將最後嗰個 term set 到等於個 general term。個 M 係嗰個 number of terms 啊 ，M 減一，個 common difference 係二，咁你要計到個 M 係 N 嚟嘅，咁即係個 number of terms 係N 咁多項啦 ，N 咁多項，咁啊呢度，咁我照代條公式就變咗咁樣，咁跟住咧我再爆開曬佢，變翻佢嗰座matrix 啦。咁其實呢個 matrix 真係好核突嘅，不過都係照爆啦，爆咗就變咗呢、這個。好，嗱你睇下有冇問題先啦啊。咁呢度咧呢度其實要花時間嚟做，我諗你可能要花五分鐘 check 就冇問題。好啦，咁我完咗呢段先。
慢慢講啊。MN 係咁樣 matrix 啦，同埋咧，你留意啊，佢好中意出啲代數符咧，佢要你計呢啲數噶。嗱，如果你計得掂嘅話咧，你多咗我哋個答案落去好冇？嗱，A inverse A inverse 就呢個我寫翻出嚟先啦。A inverse 係即係你如果你 OK 嘅話，就多咗我個答案就算咗啦，好冇？因為 A part 咧係全部都係啲標準嘢要做多一次嘅啫，咁我費事咩啦？嗱，那個 inverse 咧一加 P 啊，唔係一陣我俾你做一次呢條咪得咯。嗯，好啦，咁 A inverse MA 係呢、這個，咁我都唔你自己 check 啦，好冇啊？第三 part 咧 ，P 等於 K 啊，簡稱 PK 啦。咁個佢問個 M 嘅 n 次方係幾多你？你呢招？係啦，用翻上面係咁，即係嗱啲標準方法係咪先？好，呢 part 係新嘅，第三 part 係新嘅。其實數學咧嗰、那個 MC 嗰度都有出過呢啲嘢㗎，不過佢叫你做嘅嘢就淺啲，問數係幾多粒啦，係咪先？係咪？但係原來呢啲嘢可以變咗個 matrix 嘅喎，佢話嗱。x 嘅 n 次等 x 嘅 base n 等於 x n 減一加二嘅 x n 減一，佢叫你咧 ，it is known that the sequence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matrix of matrix form 喎。嗱點樣咩？點樣 express 咧？留意我點樣 express 咯喎。一條就係呢條色，另外一條咧，你發覺咧嗱，第二個位係咁樣乘落去咧，就 x n 減一等於 x n 減一。講一句廢話，但係一句好有用嘅廢話，即係簡稱呢句廢話係肺腑之言。好，使唔使再嚟一次啦？呢個係肺腑之言，點樣肺腑法呢？因為如果我哋將佢 x n 咁樣寫，係咪？就呢條式 x n 減一等於 x n 減一。哇頂！咁咪變咗個 matrix 咯。將佢可以寫到咁，睇到未？嗱，呢個位你可以寫到咁樣，呢個位就係一二乘一零，睇唔睇到 ？x n x n 減一嗱，因為這個呢個就係 xn 減一 ，xn 減二嘛，係嘛？咁嗱，你乘呢兩個就會係一二啦，係嘛？呢、這個係乘呢、這個呢就一啦，呢、這個冇咁即係零啦，咁即係乘咗呢個 matrix。佢呢個matrix 咁超熟嘅，好啦，呢、這個俾粒星星佢，粒星星有兩個意思啊。一個很重要的意思，一個是這條線可以無限 loop 的。怎樣無限 loop 呢？講多次，如果 xn xn 減1就來到這條線，我想問，如果 xn 減1 xn 減2有沒有這條線？有沒有這個 matrix 這條線？有，是吧？所以這條線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可以 put 下去這個位置，這個東西撥下去，那就變成這塊東西的二次方，成了一塊，是吧？如果我再減多一呢，可不可以撥下這塊？我可以撥，所以我未撥了。那個重點就在這裡了，我們可以跳到哪一格，我們可以跳到哪一格點點點的時候，跳到哪一格呢？我給你看看，跳到去1和2那兩格， X1 和 X2 那兩格，那即是這個變成 X1， 這個 X2， 不是，這個變成 X2 X1， 但是這個 matrix 呢就會1210的幾多次方，我跨咗佢先啊！我想你填呢個幾多字？
錯。錯。我教你怎樣提啊？唔係 n 都唔係 n。因為個次方咧同呢個 index 嘅sum咧係 always equal to n 嘅，你留意一下啦。呢個一次方，呢個 n 減一係咪？所以呢個 n 減二嚟嘅。掂住，因為 x 讀啦。我唔介意，我寫多部俾你啦。如果一、二、一、零、三次方，呢個咧就會係 x n 減三 ，x n 減四。係咪三次個 n 減一，係咪睇個 index？ 你唔使一定要睇呢個 index 同呢個 index 關係嘅，你可以睇呢個 index 同呢個 index 關係嘅。嗱，如果呢個 index 加呢個 index 一定 n 減一，咁所以呢兩個 index 加埋要 n 減一，所以呢個一定都 n 減二。呢個叫做 index k theory 啊。OK，index k theory 啊。咁做到呢一步嘅時候咧，咁即係我哋需要揾呢嚿嘢嘅 n 次方啦。好，呢嚿嘢 n 次方係幾多咧？嗱，我哋 remark 翻你先啊，因為個 m 咧，如果你代咗個 k， t 等於 k， k 等於二。k 等於二得啦。個 m 就會變成咗係一、二、一、零。咁而 m 嘅 n 次方咧，我哋根據上面嗰個結果講咧，係會等於一 over 一加 k 即係三。即係一嘅二嘅 n 加一。嗱，你睇啱唔啱先啦？加負一嘅 n 次，而呢個咧二嘅 n 次加負一嘅 n 減一次，好呢面咧，我唔夠位寫呢個嘢，我寫細只啲，唔好啦，我都係寫過啦，好冇？優分三。二嘅 n 加一負一嘅 n 次，二嘅 n 次加負一嘅 n 減一次，而呢個咧就會係二嘅 n 加一次加負一嘅 n 加一次，再乘多二，而呢個咧係二嘅 n 次加負一嘅 n 次乘二。搬上去呢個位置，搬嘅時候你又要搬個 n 係變咗做 n 加二喎 ，n 加二啊！世界上最懶嘅方法嚟做，最懶嘅方法。所以 U 分三，二嘅 n 加二變咗 n 變咗 n 加二咧，變咗 n 減一。呢個咧係二嘅 n 減二。n 減三有冇問題？呢個就變二嘅 n 減一加負一嘅 n 減一乘二，二嘅 n 減二加二乘負一嘅 n 減二，再乘翻個 x 二同 x 一，即係乘翻一二一零。好啦，對咗好耐先對一點啦。誇誇先啊，好啦，跟住所以 x n 未完㗎，未完 x n 就係呢度計開係計 x n 同埋 x n 減一嘅，就等於呢兩嚿嘢乘埋佢，呢兩嚿乘埋佢。嗱，其實呢個嘢有用㗎，呢個嘢冇用㗎，呢個嘢有用，所以上面咧係二嘅。n 減一加負一嘅 n 減二，下面咧？好，乜都冇噶啦。咁所以個 x n 係三分之一乘。好 ，OK 未？呢個嗱，呢啲係一啲計 n 次方嘅方法啦。好啦，停咗佢先。
好啦，做呢啲啊。